好，在这个神魔至尊传，然后在这个位置，这个是一之五，十字系神魔至尊传第一章一之五关卡，在这个位置，寒雾沙这一关哈，这个位置可以叫出用一之二拿到紫霜灵芝，紫霜云芝，站在这个位置的话会触发哈，云芝对 ，OK 好。李大侠就是我，我就是李逍遥。刚领取是说二十年后是指我们的《神魔至尊传》到今年呐、啊，可是虽然是22年呐、啊，哇，原来是这个意思哦。二十年后，哇，我那时候有在猜有没有领取，可是我那时候找不到。然后我刚刚还有是观众有提醒我，然后我刚刚有去找一下人家写的文章，的确这边有一个空荡荡的地面，这个太贼了。因为我想说拿到紫霜云芝应该是叫得出来才对。好，哇塞，可是我好像没有得到东西耶，哈哈哈哈，好啦，这是一个小彩蛋，大家感动吗？赞了。